良好的时代。啊，你叫感觉良好啊？人人拢爱希望听好话的时代。你讲伊好，无落伊话，我读书无落，我该爽该欢喜啊！读书讲伊批评伊，你无欢喜啊？我做滴超人无少，所以我交到别只人呢。因为我讲实话时阵，人都袂读书骂我，我第一大个罪名，第一大个罪啊！我读书第一大个罪人，第二个罪就是读书骂人。特别要做一个积极的门徒，唔是一个无惊坎坷、痛苦、甲死亡的人，因为因愿意，伊参已经准备好为主受苦，因为为主受苦是一个 privilege 来，是一个荣幸来，你咪错失了一个为主受苦的良机。也因为咱人在外头去趁食、去做工，咱大家常常去做好人，够了，来搞顿饭。为此，咱要做好人咩啊？哎呀，卖歹势，卖得罪伊。有时都要做到个超人，因为你为主受苦，你该讲正实，你爱你兄弟，你爱你姊妹，该讲正实话，卖老伊。事实该讲，这是你的问题，伊家会看会到。我是安尼讲话，你来搞分做屁用啊？你去搞分，再去外口，我社会有咩分，有咩多分别啊？不分别。我读书，你好，你要做，无少讲正实话，人因为讲正实话离开我，我讲无变，因为我爱这兄弟，我爱这姊妹。人先得讲物件，人特别用爱心讲诚实的话，人爱听。我讲物件，你讲好话，你讲实话，到今个时代是一样讲的物件，你叫人讲，到今上帝看讲的物件。为到底人人看讲的物件，上帝看是真正智慧的物件。人看感觉真正搞真正巧的物件，上帝讲这是笨蛋的大笨蛋。就在路，路要做戆的人呢，还是要做聪明的人？上帝就在路。后来我上路，咱别聊了。上路都要一句话，耶稣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大家讲耶稣讲的。耶稣讲的，耶稣讲咩？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，世界人、世人那是近路人，有人知影近路人以前已经近我了。你人那是属于世界，世界就要必爱自己人，因为如果无属于这世界，所以乃是我从世界内面选拣人出来，所以世界有近你人，你人卖纪念，你人要纪念我负责对人讲的话，这做阿三的名言归伊的主人，伊人那是逼迫我，嘛爱逼迫人，那是遵守的话，嘛要遵守人的话，先你讲物件。圣经甲咱讲的一个应许，一个英文，汝人见人若是见汝，毋免惊；人若是见汝，已经见耶稣了。毋是汝一人尔，耶稣甲汝同在。人若见汝的时阵，汝到尾讲欢喜，汝感谢主，因主甲我同在，对不对？人若是讨厌汝，见汝的时阵，哇，感谢主，主甲我同在。因为人见汝之前，已经见了耶稣，毋是我话。耶稣甲汝讲，若是假如人见汝，汝免惊。因为愈见愈好势，因为主甲汝同在，因为已经见主徛甲汝边边，主替汝出头。因为若是汝也是欲全世界人爱汝，全世界人属甲汝，汝有好了。因为汝毋是属于主的，汝属于世界。汝若是属于主的呢，世界就见汝。这是上帝话来，看汝接受了这个。当然，我唔是叫你去找事啦，去计个出边计，哎呀，你摆茶头，人骂你，人见你，讲哎呀呀，耶稣为你啊，为你来吃苦，人见我，这是你无智慧，卖去骂人，卖你无拜，你无信，你信主了后，你卖拜，你了见了，人见骂人，讲哎，你摆茶头，人人骂你，讲耶稣吃苦埋啦，对唔同你咯，哦，你卖去批评别人嘅宗教，特别听姊妹。那是为了空气，为了丢的物件，人见汝强起汝，汝上帝讲，我甲汝同在。落尾，做一个积极的领导，
头像大家讲路已经死了，路已经死了，阿公说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死了，对了，人讲阿爱做咪，大大只死，大只死，阿第三个家猪咪，家猪白白受苦，大家猪白享受啊，受苦，受苦啊，阿弟，最后做激进的味道咧，特别来吃起来，咱比较先帮助啊。